十号嘅汤比咧，第一场赛事因为转会之未到啊，咁啊所以呢一场赛事咧先就嘅正式嘅甲组亮相。 至於十號嘅安馬遜咧，係從呢個五一七轉會啦，其實上屆咧佢之前係打呢個二合噶，張金華咧亦都係從入轉會過嚟，咁啊仲未替二合上過陣㗎，今屆咁啊第一場替呢個西貢球場上陣。余樂文啦，咁啊上屆咧季尾已經咧有恢復翻比賽㗎啦，咁啊第一場賽事表現得相當之出色。咁啊至於譚少偉咧，今年已經係第三個球季咧係喺佛系東效力，咁啊聽講個季前嘅練習賽咧打得相當出色㗎喎。咁啊呢場賽事啊，執法球證咧就係本港嘅甲組球證曹仲祥。 好啦，球赛咧就马上展开，球证数人啦，好咁啊，红白极近三白裤，左攻右嘅咧就系西贡朋友啊，紫衫紫裤紫色物嘅咧就系费翼通嘅。咁啊，卡卡龙夫第一时间咧执咗过嚟呢边嘅余学文，围中间谭少伟，围住阿谭，哎，包括嚟抖错，喺中咗个右边嘅波落咗过去左手边。咁啊，好，而家辗转咧又有翻，咁啊，侧后咧卡卡龙夫咧攞到呢个波啦，搵人俾啦。 系韦仔喺度，你俾唔俾啊？唔俾，俾佢前边，俾边个？个原来嗰个系呢边嘅杨希志，杨希志都唔去，不过嚟一个横传过嚟呢边。咁啊，余学文咧弹过嚟右手，然后刚刚仔出嚟，唔靓声，呢个波都几靓喎。啊，呢个波咧顶翻后咧，八迪顶翻巴布列转身唔到来啦，甩后俾阿韦仔射啊，谭少伟射顶唔得咧，中柱啊，好可惜啊呢个波。如果唔系咧，喺呢个时候咧就系韦仔咧可以喺快通打开纪录睇下呢个波啦，快下迪。 一顶埋中间啦，巴布利咧就背门而立咯，俾人握住唔到身，唯有后传啦。后传谭少伟第一时间咧左脚射就中柱咧弹咗过嚟呢边，咁啊俾西贡朋友嘅呢个六号嘅球员啊洪永成咧快脚咧系解咗围。好，咪再一次攻势咧，亦都系冇用，一抌翻后嗰咧就奥沙。好啦，西贡朋友嘅反扑啦，咁啊睇你点啦吓，左路带咗个情啊，中间咧你有。 就係首先啊，替西貢朋友打開紀錄啊！咁樣呢個波中金馬威威過嚟，左手邊啦，好啦，阿盧推啦，推到接近底線，斬埋嚟中間嘅湯美大髀一浪，右腳一彈搞掂，大細唔出咗個平添啊！呢個波咧就係1-0啊，西貢朋友咧首先打開紀錄。 湯米呢球波咧好定啊！一控嗰波落嚟咧，硬硬埋嚟咧就立即用腳內當一趟啊！咁啊，鐘浩然咧就兩個龍門都過晒啊！咁啊，估唔到咧，先可以攻咧就係呢個西貢朋友喎。好，跟住咧楊希志，第一場停賽啊，而家復出翻，再過埋，哎呀，呢球波咧弊啦！咁啊，睇到旁正都舉曬旗咧，呢個波咧睇下球證啊點處理啊！咁啊，安馬遜呢球波咧可能可以俾牌嘅喎嚇。嗱，睇呢球波咧嚇。 咁啊，張金華咧俾人避過咗啦，跟住咧係再推嘅時候，哇！咁樣咧成份咧鏟起，不過睇到咧楊希志其實避到嘅，嚇佢跳過咗先㗎嚇。咁啊，罰波咧就係冇肯定㗎啦，巴貝離開啦，洪永成啊 mark 住呢個巴迪，左腳射埋嚟，哎呀！呢個波咧喺人罅中漏出嚟啊！咁啊，好彩咧，守門員嘅黎伯勇咧係啱啱好咧將個波係單手咧係打到，不過球證話咧可能唔係嘅喎。嗱，我哋睇睇呢個波咧點先嗱，一彈地嘅時候咧。 应该就黎伯勇咧就系托到啦，但球证就唔系俾呢个球证咧就睇清楚咧就唔系俾呢个角球啊，咁啊唔紧要啦，咁啊赛事咧系恢复噶啦，好啦，前面咧系王志辉攞到，再执落嚟陈志刚空晒，佢就唔射啊，一捉个里面搞掂都挂，哎呀呢个波咧好彩啦，咁啊但系咧睇到球证举起嘅手咧，原来就越位啊，咁啊见到呢个霸迪顶完波嘅时候咧就冇计啊，嗰边嘅球证啊庞正啊黄志伟咧就举旗越位在先。 咁啊，如果唔系咧，呢个费工有机会咧系追成赢嘅，但系始终咧都系赚嚟噶。好，而家见到余学文咧又攞到波，咁啊睇睇下咧就唔俾字带松咗咧，然就俾好啦，俾上嚟韦仔一粒，执过嚟呢边搞掂佢嚟杨希志，哎呀，中柱你都唔够运啊，费工，啊头先陈少伟一脚又系中咗条线，而家余学文又系中柱，哎，最后咧陈少伟一脚咧又停唔过咧，呢个咧就西贡朋友嘅守门员。 光仔呢一射嗱，睇睇啦，伟仔一个射船过嚟呢边嘅杨希志，杨希志一射又系中嗰条柱，唉，弹出咁啊弹翻出嚟啦，陈志刚攞到拱过一个咧就跟住咧右脚一射咧，今次咧就过唔到咧系黎柏勇。咁啊，其实咧发通咧好多机会咧可以攀平嘅，咁啊大马古啊古连权好紧张啊，嗌晒出嚟啦。 好啦，左光仔咧包翻住位，再同俾咧杨希志，睇杨希志系咪射？唔系喎，俾过嚟呢边喎，嗱出波啦，呢个波巴比利出，哎，俾人删到。
咁睇嚟系角球啊，抑或系球门球咧，咁啊扭到脚添啊，系嘛？呢个波山波嘅时候咧，就呢个斯洛文俊咧，似乎咧咬齐都未定喎。咁啊，北伟康咧出嚟又嗌啦，呢个就系新晋朋友教练北伟康啦。好啦，角球巴巴布利开出嚟俾阿光仔啦，陈志光咧就斩埋佢，哎，今次搞掂啦，今次由高好嘅他跟落夫咧，前指头锤批入。卒之咧就系法通咧追成一比零手，嗱睇睇啦，巴贝利唔斩埋佢，几后喎，俾陈志光，我光仔睇到空中透透一张，卡根诺夫及时咧飙去前柱位啦，投前一批，批咗落网，一比一啦，打成平手啦。咁啊，法力通咧喺廿八分钟咧，先至凭卡根诺夫助攻上嚟咧系射入波啊，咁啊由此咧反映出咧法力通嘅前锋影真唔够运啊，其实佢哋唔系冇机会，三番四次咧就系入唔到波嘅啫吓。好啦，巴迪咧够高啊，同张金华一碰嘅时候咧，球证咧吹罚张金华。咁啊，张金华教咗钱咧，透过足球总会仲裁咧，先至将佢同二合个合约咧系即系搞清楚咧，俾佢自由转会嘅啫吓。好啦，伟仔去开呢个自由球，一送送埋中间，又系顶波入网啊！咁呢个波啊，顶波咧就系巴贝利啊。咁啊，冇办法啦，呢个波咧，双方朋友再一次咧就明显咧制空权方面咧系输蚀咗啊，冇人咧埋嚟 mark 住巴贝利。嗱，大家睇睇啊！韦洲开个波埋嚟，好似攞啊放入中间噶，嗱，但系你睇下跳顶嘅时候咧，冇人埋嚟黐住巴布利同佢顶，佢一并嘅时候咧，个波力都系直入网啊，黎柏勇咧飞到尽都救唔到，咁啊，韦洲呢个波执埋嚟，其实好正路啊，一个好正常嘅踢法嘅啫，咁啊，只系咧呢个双朋友防得佢，冇人咧紧身拦截啊，咁啊，所以咧双朋友落后到二比一啦，好啦，咁啊反超前嘅快速咧一路系冚住嚟打吓，韦洲系咪起脚啦？系啊，呢个波哇！咁啊，黎柏勇咧亦都系好谨慎啊，佢唔敢接啊，一个波劲啊，佢唯有将个波推走佢啊。咁啊，明显所见咧，谭少呢场赛事咧就 fit 咗好多啦。好啊，中间今次一个嘅时候咧，霸迪咧亦都系顶唔到，守门员亦都嗨唔到，咁啊，所以个波咧顺理成章咧就系成为呢、這个门球噶吓。咁啊，上半场嘅比赛完结啦，咁啊，快攻咧系暂时系领先噶。好啦，下半场咧，而家又见到伟仔教炮，咁今次咧教得唔系几正啦，轮到西贡朋友嚟啦。哇！呢、這個波比較好靚喎，喺呢個中間啊，喺球一個完全咧又俾翻佢呢個，啊！當你又得入啊呢個波，兩個球員球員搞掂呢個波喎，咁啊，最後咧湯美咧憑藉啊隊友嘅一個完全咧就擔當之下咧就提球咧出嚟，咦？湯美就兩粒嘅咯喎，二比二啦，西貢朋友咧又追成平手啦，大家再睇睇先啊，咁啊呢個。史提夫啊，尼日利亞嘅外援咧，完全翻俾呢個湯美鞋頭章啊！呢、這個波焗住鞋頭章啦，你起慢呢、這個，我已經封咗你個位啦。啊，又好聰明喎、啊、鞋頭，一張果然咧將入。好啦，呢、這個湯美包辦兩個入球，替球隊嘅西貢朋友咧追成二比二。咦？呢個解圍太超喎、啊！唉、哎，好嘢，頂翻啲守門亦都係好嘅，用頭頂啊，黎柏勇咧可以用手接，放一個好高嘅波出嚟。咁而家雙方打成平手，卡根諾夫咁啊大步一推推去前邊，余學文咧將個波咧回翻後，卡根諾夫哇！今次產生空中龍啊，球證冇追罰㗎，咁啊嚟到西貢朋友嘅進攻啦，依家就先後點啦，冇越位啊！哎呀，水咩射程啊？居然輸波啊！呢、這個波啊，法通嘅守衞咧係裝越位不成咧，機會俾咧呢個文俊咧係射呢個波啦，睇睇啦，喂得好靚啊！呢、這個波較早前啊。咁啊，先由咧黃雅樂咧喂喂佢直線啊，潘文俊舉手裝位失敗啊！呢、這個波然後咧仲係打到二比二。咁啊，當然啦，形勢上面咧，費力東咧就撳住嚟打。好啦，呢、這個波留得靚啊！睇睇巴貝利點啊！啊，呢、這個波靚啊！慢牛尾袋入網啊！啊！呢個波巴貝利咧射得相當之乖巧啊！咁喺下半場開賽初段咧，巴貝利咧就係追翻咗個紀錄咧，係做到三比二啦。咁但係呢個波咧亦都要讚咧，楊希子咧漏波漏得好靚喎。嗱，睇下呢個波嗱，譚志偉一搓啊，避過咗呢個史提夫啊，跟住望一望，再送個直線。嗱，呢腳咧漏得靚啊！一漏嘅時候咧，就呃曬咧係所有球員啊！咁啊，呢個歐陽少偉俾呃咗之後咧，個波落咗巴貝利度咧，輕輕咧射個波啱啱去都係呢個尾袋入網啊！呢波咧就始終咧係嗰個經驗同功格咧係高少少，好啦，又再咧 hit 翻一球啦喎，快攻，楊希智喺中間咧係做一個撞牆嘅時候咧，呢個波又去到巴貝利腳下，咁但係今次咧爭少少啦，喺左手邊嘅巴迪咧就猛咁攤隻手問巴貝利點解咧係唔俾佢咧咁樣，
但係當時巴貝利亦都喺佢左手邊咧有球員壓住佢啊，咁佢選擇咧係射埋噶。啊，我哋睇到呢個波啊，卡恩諾夫咧殺上嚟咧，想話做同譚俊偉做個撞牆。咁但係做撞牆不成咧，就仲靚喎。譚俊偉將波壓過嚟俾到巴貝利係嘛？巴貝利因為佢當時咧左手邊咧有個歐陽少偉啊擔住佢啊，所以佢唔係咁容易將個波啊傳到出嚟。射都好，不過可惜咧係爭少少嘅啫。咁但係費力東咧就似乎咧冇辦法咧將呢個紀錄拉開喎嚇。好啦，卡恩諾夫又上啦，今次俾個地波攞出嚟，你要我睇睇啊，巴力點先？哎呀，但係第三、第四時間俾多次保送機會你啊，得唔得？都唔得。有水平呢個中鋒呢個波唔係咁難射嘅啫好啦，黎泰勇，咦呢、這個波喺咁一邊，球證啊冇示意咧，示意俾咗繼續，冇話犯規。咁啊，但係發中啦，一輪咧撳住嚟打咧都冇辦法咧，係將佢拉開喎，有啲暗湧咁喎。咁啊，僅僅3-2一球波咧係領先嘅。嗱，睇卡根諾夫啊，喂，呢個波咧係巴迪應該入，咁冇人入。好啦，第一射已經係射得曳咯喎，射啲龍門咧講出。咁啊，跟住立過咗啦，你啊～睇下啦，冇位叫出嚟咧，俾巴貝利咧，第一叫唔得，再撞埋佢咧又唔掂。咁啊，似乎咧巴迪啊，今屆打咗兩場波嘅狀態咧，都唔夠上一季咁嘅狀態咁好啦，可能未上力唔多。好啦，睇睇落後緊一球波嘅呢個咧，西貢朋友又點啊？呢、這個湯美係咪咧嚟呢個撞牆咧？唔係咯，直接咧轉身啊！呢、這個史提夫啊！咁啊，球證咧出發啦，撞跌咗咧呢個史提夫啊！呢、這個尼日利亞嘅外援球員。不偉康西貢朋友的教練好了鍾浩然就叫自己的隊友站好位西貢朋友得個自由球一隻省到人場再補一腳哎又不行又被人快一步鏟甩了偉仔都回來救球了好了看看哎呀若門而過有人捆棍都行了湯美攞回汪奧沙夾住想說通翻佢最後奧沙將球扣了出去底線了唔係西貢朋友個角球啦，哎呀，睇球先嘅眼鏡，一第一傳線都後邊，第二個咧冇人補位，咁啊可惜啊錯過咗呢次咧機會，我馬上攞到波大腳咧掛埋呢邊，哎呀掹第一下，咁啊繼續咧掹第二下，出先啊掹住西貢朋友嘅球員，咁啊睇睇咧個罰球點咧應該係禁區外邊啦，抑或禁區裏邊啦，咁啊球證咧唔係幾清楚，走去問一問旁證，問下呢個助理球證啊。對方有埋門機喎，第一下掹，第二下掹啦，掹跌啦。咦，結果下似乎喺禁區外喎，終於喺禁區，因此球證咧俾個禁區外嘅罰球。睇呢個湯美咧係點啊？係自己射咧？係啊，佢想話捉高個波啊，點知省到人牆咧係彈出。咁啊，結果咧就呢場波咧，發力通咧就以3-2咧就擊敗西貢朋友嘅。